天啊！没有，那还不赶快去酗酒？可以去骑啦，骑脚踏车。哇塞，是海鲜餐厅哦。嗯。香。这我会剥一层皮的，那就去热炒店啊。哇，不然要吃什么？走。哇，这个U盘。走什么？某某说热炒店。不是啊，我什么地图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因为英文地图吗？是他们不用 Google Map 吗？哦，他们是有其他的软件，可以去看看。我来搜寻一下，好像有的国家是没有 Google Map， 是不详细的。对啊，看起来一点都不详细。找得到路就奇迹了，这样。快扫描！我只看得懂 A B。有。看不懂。开始焦点开始。是他关门。但我手机是两个。不是非常的理解他写了什么东西。什么凤爪？骨髓？还是大家都是在外送？对啊，你要不要扶喷打？什么叫做绿色蛋粪团？炸薯条，绿色蛋粪团。那是副餐吗？对啊，但我甚至看不到那些，我只看到年糕而已。凤爪。哇，奶牛，奶牛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怎么不赶快 Google 翻译一下？我今天有特权，但我看不懂。我看不懂。妈妈说她有特权，不用吃东西的。对。不用做事。他翻不出来了，把它 Google。我下载了一个韩文的神奇的东西。加油！你看，没有人看得懂在干嘛，这是个啥？这好像手机坏掉这样。中毒了，你要中毒了。我虾米都看不懂。噼里啪啦，有碰。放屁车是招，是不是全球都是？全球放屁车，只有台湾在特别抗议的车。日本不是很多。哇塞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我看不懂。我不知道啊。我们就在这里。哇，有食物，有食物。找到太关键。哦，你看这个食，这个软体看起来很多食物。这什么东西？那你要这是什么？那我要先找到了语言怎么改？还是没有办法改这样？哦，没有语言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要站在外面找？我们刚刚就是里面坐着找好再出来。我也不知道大家在干嘛。间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随便找一间就走进去吃了，然后那就走啊。问题是你要告诉我他卖什么啊？他说什么凤爪啊，什么鬼的？我连点都不会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刚下载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
我就找 food app， 然后他就跑出这些。就是地图的。这么的惊人的，你怎么会觉得 Google 很可信？ Google 超流水流。我以为是 Google 连英文都可以翻出那些鬼东西。跟他沟通，看他们听得懂听不懂。是刚刚那个司机用的。刚刚司机用的是哪一个？那也不能。这是 Line 的吗？这感觉是 Line 他们公司的，是不是？有吗？ Line, 欸、对啊，对啊，这是 Line, Line Dictionary English to Thai。哇塞，这是个太多软体了。那重点是 Line 在哪里？他没有 Line， 为什么他没有 Line？ 他没有 Line 的存在。这个软体看起来不错，只是他都写韩文。啊，真的就是看不懂。看不懂，你是在说什么？台湾的机场啊，我们不是就有吃了吗？我们没有在讲什么生日，没有一个字看得懂。我们现在没有在讲那一件事，你现在是在讲什么？就看到一个 app， 就先给他下载，就对。是的。看到有中文就下载，下载。傻眼。因为这里 Google 太烂了。这里有没有副喷打？看起来应该没有啊。你在路上有看到副喷打？他们有自己的外送 app。他们看起来有另外的外送的东西。有 Burger King 耶。有披萨，平常的不理解。看我手机卡了，救命！哦，我是会查到手机没电，我没有带行充出来。我有行充。拉面。他店里面那个人就会傻眼，就站在这里。我说这一群人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要开始滑手机，然后也不知道干嘛。我们其实是来滑手机。哇，你是下载、這個？哦，有辣炒年糕。那个看不懂的这个红红的东西，是吗？是的，就是它，它看起来很好吃啊。那都不会用啊！你只要一页页截图这样，然后送到 Google 这样。那你开页面，然后我扫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开。超好笑！你看这一件，我用这样下去一点。你直接拍一张照片。但太高了，下去。为什么离那么远呢？你拍一张照片的、啊，不然我一直拿着。这是个在整不正的人。炒年糕啊，这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半个小时。这是外送 app 哦。对、啊，是外送 app。对。但他没有什么店面介绍吗？有吧，应该有吧。那我就把这个复制。可能他不想要让我复制。这是个什么？我甚至没有办法打韩文啊。没有，你可以用 Google 复制那个韩文呢、啊。等，不会用。不知道它到底关了没？关掉。先放到爱心里面。Talk。先来看看，它有中文。
有中文的。下一步，下一步，这个是地图啊，随便啊，给他同意啊，管他的。韩国地图。这个听说网路很快，看你要多快。他现在零卡啦，我觉得不太行。看起来跑不出来，还差了零接一百，两卡三卡四，有可能在做事。马鸡汤，那为什么不去刚刚那个？不是有一个什么锅的地方？什么锅？刚刚那边那里走过去，不是有一个什么锅还是什么？关门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在关门了吗？那个是他有照片啊。那边。他有照片，我看得出来还是什么？copy 他还是失败，妈的，笑死！为什么妈妈跑走了？不然吃炸鸡也可以啊。炸鸡有开吗？我不知道，刚走过去它看起来是亮的，是吗？他们店都是玻璃，感觉都他们都没有铁卷，感觉都会被砸。这个到底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饭锅吗？这个我怎么跑虾皮耶？是什么鬼？韩国好像有虾皮，这么酷吗？他都可以从日本寄来的，为什么不能？我来看看他的 Instagram 是不是我要的？是哦。这就是我们带来的，对啊，就是他的 message。我帮你先收起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啊。那个是小的。妈妈要走去哪里？妈妈想要吃烧烤店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卡桥？你是哪一个 map 啊？什么什么韩潮？他考完了没？考完了。哦，他看起来比 Google 有用一点，他看起来字比较多。这是哪里？我不知道、啊。麦当劳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看我们在哪里啊？这有定位吗？这个？这个？这什么鬼？哇，我们这个格子区，我在海里吗？它里面跑出来了，因为我也在下载东西，还可以比较慢。我就看那个49%的电可以撑多久。没有啊，这个感觉也可以撑半年。为什么它只有用到左边那边？它努力呢，它还在跑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点，上面有一点。是因为我们都在用，是不是？有，它有了，快了。你就停着，它就会跑出来。
你就按我们的地方，就这里、啊，然后他就会慢慢跑出来。我就等待。按这三。因为你要帮我插这样，插在哪里？没有关系。你要去 Nice to see you 便利商店。哇，有斯乐冰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台湾没有斯乐冰。